好，我是麦城欢，欢迎大家来我们家做客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简单情况。这呢是我平时办公的地方，这边是我的储藏间，会放一些我平时比较喜欢的小玩意儿。这两个是我的滚腿神器，可以放松肌肉的。然后这一部分是我挂衣服的地方，那这就是我的小床了。好了，我的卧室就这么大，已经介绍完毕了。下面带大家去看看其他的地方。先看看我妈妈们，这些都是我妈妈酿的养生的东西，各种很厉害吧？来看看厨房，这是我们家的冰箱。这个砂锅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是我妈妈用的很多年了，她非常喜欢这个砂锅，是她做饭的神器。厨房太热，快出去住啊！这是我们家的阳台，同时呢也是我弟弟小枣的床，他平时会在这里看书、办公，然后学习。其实这是一个床的，平时的时候不用的话，家里会把这个餐桌放在这儿一家吃饭，然后晚上他就会把这个床铺下来，他在上面睡觉。这是弟弟的小帘儿，不过今天小枣去上班了，还没有回来。给大家看看我爸爸的小天地吧，爸爸平时会坐在这里看电视啊。这两个是他心爱的小玫瑰。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玩儿。妈妈，啊，出门出门，来，我拿着刀呢，我要放下门，快来，嗨。